哦，那所以你算是买成龟喽？这幼龟而已。哦，这样算幼龟哦？大概一年半吧。好可爱哦！是从小只就养到这么大只的吗？那是从手机再大一点。真的假的？一年多就可以养这样子？我说养半年多。真的假的？差不多。手机半年多，然后可以到那，我们家的那个巴西龟养了七八年了，还小小只，彤彤这样子。到这样子而已。因为陆龟跟水龟不一样。嗯。没有让你儿子看到。好酷哦。他根本就没看到。所以他还会再大吗？他可以到。乌龟有看到乌龟吗？轮胎大小。乌龟，我蛮大的，该吃草了。哦、他们太可爱了。你这样买多少？其实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是5000。哦，好酷哦。所以他外面的草也都可以吃，就对了。他应该是杂食性的吧？没有，他吃草。吃草而已。欸、他吃草而已。你喜欢的不吃肉的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。它可以跟轮胎一样大，哇，那两个。